野格哦，来来来，平常是没有什么人可以给我拉酒的，来金儿哥，金儿哥，我来帮他叫什么名字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？Johnny，Johnny，Johnny，来来，哇，不是，这位新义区的朋友自己带了 Vodka， 并且还带了酒嘴，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？你先来喝三个好了，你不要抢别人酒喝啊，就自己超想的，所以那个 Johnny 对不对？刚刚是不是经历过一样的事情？他说他现在不想交女朋友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也不是那意思。也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哎，那边有。是怎样？是喜欢你这种男生是不是？他喜欢你这种男生你可以吗？那就恭喜了。我支持。完全不行。他是完全不行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你深爱的男生。如果这个你不行的话，这个要不要？不是太。不同类型的。完全歪倒了。完全歪倒。妹妹，我们这边有点十八禁哦，哈，自己斟酌一下哈。那今天 Johnny 生日嘛，那要不要我们唱生日快乐歌的时候拉你一嘴？你说我们唱多久拉多久吗？对，没错。好了，祝你生日快乐歌前三句，然后你喝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帮我唱，因为我要专心在拉他酒。没问题啊，口罩先。那再来口罩先。他很主动，是一个主动的男人。你可以不要再离我那么远，我的麦克风线没有办法到那么远。来来来，过来一点，站起来，站起来啊，来，要喝酒，不好意思哈。他们带我们一起发唱生日快乐歌，好不好？耶！好，那边那个朋友，信义区灌酒啦，就是可以留下来帮他唱一下生日快乐歌，好不好？不能是 Johnny Walker， 对吧？好烂哦，超烂。